我是来自跨境雪的澳门青年周永贤。我们公司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跨境电商的综合试验城市去提供一个跨境的产业服务的。基里亚秘书的 Hugo 是全球都质量是比较好的，以前呢就我们是通过其他国家去转口过来的。长三角浙江的一间公司呢，它是需要取购这方面的，那我们要提供这个信息，因为我们本身跟海关是可以接通的，我们要提前要跟它报关。如果它那个出口商呢，基里亚秘书的那个 Hugo 出口商呢，它要自己去行呢，那它可能三个月都搞不定。咁我陳國生啦，個名叫，咁就係芳香世家嘅董事長。咁我哋公司咧就做天然精油呢一個產業嘅，做咗廿幾年啦。每個國家係成個世界裏邊天然芳香資源最多嘅地方之一。咁我舉其中一個例子，咁其實東帝汶就係最早產檀香同埋最原始最純正檀香嘅地方。近呢幾年啦，我哋都係好大力、好努力咁開發同埋推動緊培育國家個天然香料進入中國市場。譬如咧，我哋澳門係有非常之多嘅嗰個專業服務商，我哋有好好嘅翻譯啊、會計啊、熟悉培育國家嘅嗰啲仲裁。嘅嗰啲人才喺澳門，咁我哋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優勢。同培育國家接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第一站要透過政府嘅資源啦，即係我哋想去揾啲乜嘢，佢就會好快咁俾到信息同埋幫到手，或者聯繫咩人見咩人。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俾咗好大嘅幫助。從2003年嘅好細量嘅先幾百億嘅嗰個貿易額開始到依家2000億嘅貿易額，係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增長，背後就係、是。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葡平台我覺得呢，它開始呢，我想它後面要產業落地，或者真的項目落地，大家有生意做，大家都找到食，這個平台就能蓬勃。澳門是中小企為主的企業，如果中小企都用到這個平台發揮得出色，這個平台就一定成功了。